你要收的时候还要回到家。我们家阿姨呢？哎、欸，问一下哦，那个蛮好玩，蛮多。哇，多少有他？是啊，我昨天休两天，完全没有跟到这一趟，你知道吗？这我每次休大休大，然后要找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每次都这样。对。没错，可能是跟他。